今天呢，我和车里这个傻子要去办一件大事儿，我俩呢去接一条狗回来。你有空可以把妞妞带走，滑板拍起视频。今天呢，我如约而至，要带回家的呢就是这条小法斗，名叫呢妞妞，是母狗，年龄10个月左右，它也是钱包的备用媳妇儿。当然呢，现在它还没有长大，等它长大之后呢，再给他们举行婚礼。是小宝贝儿啊，他是挺皮，原毛皮肤好啊。带走妞妞呢，不能不带他的滑板。或许呢，在他的感召下，我家的狗呢也能学会滑板。能卖？能？他能觉得是卖了吗？应该不能。走吧。哪哭了呢？给人寻思快送人了。行，别不行，明早给你送过来吧。别哭了，明天不行，明早我就给你送过来。你俩像要哭了似的。能吗？不是困了吗？妞妞，俺们家最近跟法斗干上了，配法斗，养法斗，借法斗。借法斗。哎呀，他太像元宝了，小狗。最开始的妞妞呢，还有些亢奋，一直在这块站着，别一下去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妞妞困了，是不是困了？上下毛正亮呢，贼乖了现在。妞妞，你来。没啥反应。外面跑车，哎，他以前坐过车吗？没太坐过。啊，那就是，那他可能是对车还挺好奇的。他有点那个啥，有点我感觉稍微有点晕车，但还行，没吐，没吐，挺好。我俩开的老慢了，要不这阵都早到家了。老哥，这咋这像人吧？这狗怎么长都一样啊？是吧？这狗怎么都长得一样呢？啊，好吃的吗？给他买的。人家咱家狗也能吃。你看，来，妞妞。跟这个奶奶，你看上了吗？你看，上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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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现在不想有点斑吗？你哪这么大的地方？对呀、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。有，你上一看，他会滑板、啊。还比较掉沟里，人家挺硬的。你不太会训练的，所以。我也不知道妞妞的故事呢，我会陆续的更新。怎么说呢，反正她打破了我对法斗的印象，虽然她长得像元宝，而性格上并非元宝。